的，它有十方射箭法，十方射箭法，也就是上方咕噜咕列佛母，下方咕噜咕列佛母，八方咕噜咕列佛母。这个法我以前也就讲过了，这咕列佛咕列佛母的法啊，这个要念咒的时候啊，嗡咕噜咕列出力说哈，不止这样子念，嗡咕噜咕列出力说哈，上方咕噜咕列佛母，下方咕噜咕列佛母，八方咕噜咕列佛母，十方咕噜咕列佛母，说哈啊，这个念的话，这个一起念，那么也就是十方射箭法啊。刚刚我已经用了十方射箭法，这个十方射箭法呢，刚刚也八方也射了。